兄弟啊，你做被骗的？你敢把查甫传简讯，跟遐尼大声，你是要把我动手哦？先生，你想要创啥？有话好好讲啦，莫你去甲动手。这三晚拢是思瑶真辛苦在照顾我，暗时啊，我敲电话去餐厅点餐，请因外送去甲思瑶的民宿，我要甲伊做伙食一个浪漫的情人节大餐，和思瑶一个神秘的惊喜。啊，对啊，何叔小姐，我小等下想要出去，敢会当请你替我请一下假？好啊，我会去甲主任讲一声。啊，你出去爱加加穿一件衫。多谢你。码头那边，我已经派人去监视啊，啊，不过到今晚嘛是无发现钟伟找行踪。那呢？病医这边有搞什么线索？之前总会是有去过病医，阮差一点就抓到伊，然后都无伊的消息啦。病医那边的人有讲，这两天嘛无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。唔对，总会做个性这么干巧，这么阴天，加上伊即马倒手无去啊，伊的心理一定会愈来愈偏差，无可能再惦惦再长久。江小婷今嘛是咧做回来中心，哪里方思瑶？方思瑶平常时两个去郊区月子中心陪江小婷。对了，拄只守护的警察有讲，方思瑶早都已经出去了呢。小无真切状况，既然总会做不会逃走，也无任何动作，伊一定是咧等待机会。我烦恼的是，伊会去找方思瑶报仇。我看是他是用电话。甲方思瑶讲些状况好啊。先生啊，有话会用好好讲，莫这么激动啊！你看人查某囡仔行到安尼啊。奇怪，无人接呢。讲，迄个查某是啥？是不是你的新欢？我哪有？你家己头前搁怪我？你敢讲？你做啥？请你坐就好。恁两个要去冤家啊？你的房间在倒？我的房间在后边，麻烦你带我过去好不？拍死拍死呢！哦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苏西在倒？小姐，麻烦你，我苏西在内底。电话会通，啊，不过无人接，起码直接转语音信箱，敢是怪机啊？想做咩怪机啊？这是阿丽的包包，会当拎去啊？谢谢。我再生你先睡过来，看那看你的房间。嘉穗，嘉穗，你有爹吗？子欣，我爹家。嘉穗。是安怎啊？是安怎？恁家的门无锁，电话也无开。子琪，歹势啦，我的目睭即马看无，拄只我的目睭去予迄防狼喷雾喷着啊，到即马阁无法度变乌金的。来，你先坐。哦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你会去予防狼喷雾剂喷着？
拄则都有一对小情侣伫咧冤家，啊，因冤家冤家，啥物人知影，伊就甲防狼喷雾器揢出来啊，是讲哦，伊毋是超工的啦。啊，我目睭到即摆足痛的，无法度爬楼梯。子琪啊，敢会当麻烦你替我找迄生理盐水？我会记啊，我藏伫我迄房间内底，伫迄边。哦，我来找啊。天王伯啊，你有影真疼惜，甲我从讨厌两个人全部拢斗做伙，安尼我就免麻烦一个一个去找。谢子琪，既然你来啊，我就趁这个机会，连你做伙处理掉。Jasmine，我找到啊。叫警察把这通缉犯抓走。我跟你说，来吧，你这笨手，你假使讲你减一只手，你就会当做神雕大侠。我今晚马上要打电话叫警察来，把你这毙掉两掌。那是玩家讲，黄思瑶，你要赶快。如果谢子琪不是跟你挂边走，阿弟，那你搞什么？有玩过老弟家？钟会长，你别过来，你一个人来这尔卑鄙，三番两次在遐暗算我，你怎么会有报应？一个比一个更天才啊！一个跳过瓦电，一个秘在房间，那不是阿富翁跟你最高尾死路一条。你人拢对我这好，我就歹势啊！这个时阵又是什么人来？敢讲是个地检的？
钟会做，干那让伊嘛跟我同款看无，我才有胜算。佮加上干那剩一只手，无得卡，我会应该抓起来。就收你耶，就收你，就收你。想你赶紧走去。你若真正不爱出来，我跟你去啊。